后面有条尾巴跟着我们，好像想打劫。不会吧，胆子这么大，怎么办啊？不怕，呼叫总部要求支援。总部，总部，我是支援3321，丹尼怀疑遇到抢劫。小子，停车！叫我小子，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是贼。撞得那么过瘾，我撞你屁股！好啊！又来一个，还是摩托车呢？好帅哦！没事了，上面的支援真快啊，全靠你。你哪儿来的？从贝贝山来。